卯宿星信息，关于所有的一切正在被引向美妙的终点。通灵，维斯·安纳克。旧的世界正在崩溃，这证据正发生在你们每个人的身边。如果你们可以从所处的环境中脱离，从一种外部的角度看，你们会发现很多非常重要的事件正在发生，而这一切都在服务于这就在手边注定的光之胜利。尽管之前很多频道已经以他们的方式尝试着为那些所有知道真实的人们打开了被黑暗势力封印的大门，随着你们被越来越多的告知事件的发展情况，随着你们对黑暗势力如此长时间以来对你们世界的恶行的了解，你们对这些讯息的了解会在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中产生涟漪效应。这些涟漪开始于你们想探索你们的世界如何被欺骗进而被奴役的渴望。随着你们对这些知识的了解，你们思维所产生的涟漪会影响处在你们集体意识中的其他人，继而他们也会开始学习并了解那些被揭露的你们世界运作的方式。这些理解会产生知识、真知和理解的革命。目前你们看到你们的世界正在濒临混乱的边缘，各种看似令你们领导人手足无措的问题不断出现。你们之中很多已经醒来的人会知道，尽管目前的世界看似如此混乱，所有的一切正在被引导向一个和平的结局、提升的结局。你们现在正看到的是新世界在地球上的成长所引起的旧世界的崩溃，可以说是从煤炭变为钻石的过程。很多经过长时间准备的事件已经就位，再一次你们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事件将要发生的证明。你们会注意到和我们通灵的灵魂们以及为光而工作的人们正在呈几何级数的增加。我们已经和几乎地面上每个工作人员都进行了面对面或者电磁途径的交流，很多为地球而奋斗的其他光之组织也开始和他们的地面工作人员联系。一个公开的对话体系正在我们在天空的母舰和降生在地面的光之服务者之间展开。我们地面工作者有很多心地纯洁且有很强韧性的灵魂们组成，因为只有那些可以真正能应付地面的高密度恶劣环境的人们才会被授予生活在地球表面的光荣任务。现在降生在地球上的很多人都曾是光之大师，他们就在你们之中间，很多人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自己真正的力量，创造并生存在和谐环境的力量。你们目前都在专注于降生于这颗星球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这些角色随着提升过程的变化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我们和地面工作人员之间清晰、稳定且精确的新交流方式的建立，我们已经建立了将我们的能量导入地球的通道，从事通灵工作的地面员工仅占地面工作员工整体的一小部分。当然，我们还在你们的天空徘徊，有时候我们将自己躲藏起来，有时候我们将自己伪装成你们天空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徘徊在天空的过程中，我们进行着大量清理盖亚地球母亲大气层的工作。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在一些地区中，一些被撒在大气中的化学原料会迅速腐蚀。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些地区从事清理工作很长时间了。实际上，
有一段时间我们没办法介入并阻止这些化学原料在你们大气中的释放，这是因为我们只能和那些集体能量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帮助的地区进行这些工作。随着很多降生在盖亚表面的灵魂的苏醒，我们在盖亚中看到了由他们带来的紫色火焰，这是大量纯洁的给人带来美妙感觉的能量。在这些灵魂可以释放紫色能量的区域，我们可以运用这些能量清理你们的大气。从外表上看，你们的大气像是充满了云或雾一样的白色光能量，你们通常会在清晨看到它们。这些能量会使那些通常以纹理纵横交错方式构成的化学物迅速分解。在合适的时间，我们会有办法在盖亚的天空和大气的每个角落进行这样的工作，尽管目前我们必须受到地球上所表现出的界限的限制，必须运用集体能量才能完成这些工作。我们不希望被认为介入你们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留下了大量的工作等待你们将来完成。毕竟这是你们的提升，我们来到这里仅仅为了帮助你们，并且将我们心传递给那些如此期望能重新感受到天堂领域的人们。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没有环境污染，只有纯洁的爱、和谐、快乐和深深的祝福的领域。介于语言的表述能力的限制，在天堂中的很多感觉无法用地球上的语言描述出来。当你们表现出走向高维度空间的期望的时候，当你们愿意扩张你们的意识，并且从愿意从控制你们日常事物的腐败精英的手中脱离的时候，来自我们以及无穷的来自天使领域愿意在这里帮助地球的人们会在这里以爱和能量的连接做出回应。你们正处在更高领域以及更广意识层面的边界，你们的身体会以相同的方式成长体验。你们正在体验真正的生活，你们世界中的很多人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觉醒。自从上个世纪结束以来，在盖亚表面觉醒的灵魂们正在以指数形式迅速增多。从那个时刻开始，几乎每个灵魂都从不同程度上感受到有重要的事情会发生在地球表面。事实上，你们之中觉醒的人数量是如此众多，远远多于控制并影响着你们的黑暗家族。对于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参与扩展你们的视野、接触和参与地球事务，会进一步帮助你们已经开始体验的高维度领域。这些事物已经进一步扩展了你们的知识，帮助你们锚固比你们目前世界频率高得多的纯洁的天堂的能量。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开始了解肉体死亡后会面对另一种真实，会以灵魂的方式感受生活。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开始接受被曝光的光明会家族种种恶行。你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醒来，觉醒的你们正在帮助盖亚完成提升的过程，将盖亚的光之网格能量喷射到高空。同时，你们也在提供解决你们世界所面对的污染问题的能量。直到下次交流之前，我们告诉你们所有人，你们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身边的人们的时刻已经非常近了。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还在认为这一切不像是真的，但是当他们面对在地球上真正展开的状况，他们就会迅速了解这是非常真实的。在你们仍在地球上的时刻，你们的参与以及为清理做出的努力
是非常重要的。很快，我们已经存在于你们的世界，数十年的事实会被揭露。你们的世界会经历一段似乎非常慌乱的时期，因为很多被精心隐藏起来的事实突然被公布于天下。在之后的很短暂时间，会有很多误导讯息遍布在你们的社会中，作为觉醒者的你们要负担起告诉周围的人们你们所知道的一切的重任，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听从、倾听你们的知识。最重要的一点，请记住，尽管你们很快会面对混乱以及非常慌乱的时刻，所有的一切都在被引导向一个美妙的结束，那结束会将你们的母星引向自由，也会给你们带来以目前的眼光看向科幻小说般的科技。在此之前，请你们保持自己以及你们周围区域的能量的稳定，这会是对即将到来的光之工作的巨大贡献。卯宿星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